大家好，我叫国兴，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五天，我发现公司又有女同事默默的迷恋我。天啊，为什么对我如此的残忍？为什么要给我这坏气的脸孔？爱的女同事都不能专心的上班，唉，连老板都看得出他因为迷恋我而不敢送咖啡到我面前，真是的。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秘书。今天老板叫我泡咖啡给同事们，慰劳他们工作的辛苦。当我正要送咖啡给同事们时，是打杂，是要跑。被老板知道这杯咖啡里有蟑螂，一定会很生气的。哎，哥哥，糟糕了！重新煮了，给谁了？这是给国兴啊。哦，给国兴啊，来不拿给他？怎么办呢？等一下我会拿给他的。哎呦，你害羞是吗？来了，帮你拿过去。天呀，今天不是美好的一天。